我想找师傅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呀？帮我男朋友。啊？就一天。让我当一天男朋友？为什么呀？为了气一个人。合着你拿我当工具人呗？不是，反正你就帮帮我吧，求求你了，师傅。哎呀，这谁啊？这是我男朋友。你好啊，兄弟。这谁跟你兄弟啊？爷爷，之前都在跟我聊天，什么时候男朋友？什么时候重要嘛？重要的是你别再来骚扰我了。我的小公主，你看到他哪点了？我们俩继续不好吗？继续，继续看你一天跟十个女生。那都是普通朋友啊，跟你不一样啊。哼。你看他长得没我高，穿的也没我帅啊。本人身攻击不对了吧？反正我就是喜欢他。我不信。这下信了吧？这说啥？我还是不信。宝宝。哦。爷爷，太让我失望了！你居然跟这种矮矬穷在一起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说话呢你？谁说他矮矬穷啊？这不是大三游戏室社长苗苗学姐。这可是我的新社员，最好把刚刚那句话给我收回去。好好好。用完了吧？用完了，该还给我了。刚刚甜吗？我说过我不闪躲，我非要这么做。